感谢各位今天的参加，我们稍后一会儿，因为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介入参加我们今天的会议。在两三秒，咱们就可以开始了，马上开始。非常感谢各位的参加。好，我们可以开始了。所以非常欢迎各位的参加。今天是我们最后会议的最后一天，这是由圣保罗大学主持的和这个星球健康联盟组织的会议。我是 Mary Stewart。我是这次会议的主办人之一，非常感谢各位的参加，同时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您这次参加这个会议时，知道我们这一周的活动非常热情、激情，而且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下一阶段的很大的变动和很大的工作量。所以在开始之前，我想邀请各位，同时也参加我们今天的闭幕式。然后就是这次这个会议之前交谈之后呢，我们就有闭幕式的仪式。所以现在呢，我想介绍一下各位参加会议的各位，它的主要题目就是怎样更快地进行我们环境的保护，来保证我们的未来。所以首先介绍 Sarah Finnie Robinson，她是50%。协会基金会的主办人是圣保罗大学的教授，而且也是在波士顿大学这个传播部门的教授。他同时也是 Wispire 基金会活动的主办人，同时也是 S&P。的，他的工作中同时也包括科学项目，而这是 Principal 大学的，现在是 Boston Harbor Now 的委员会成员。同时，我们就非常感谢 Sara 来参加今天的会议，她是我们董事会委员会成员，她是不断的在做很大的努力，在给我们提供这方面的工作，非常感谢你的参加，请您来主导，而且协调我们这次的讨论。非常感谢您给我的这个初步介绍。我与我们联盟工作了一段时间，而且我参加这一周的会议中呢，就感受到这一会议是非常出色的，而且在此参加的所有年轻人也是非常出色的，而且我真的是非常希望能够见到各位的话，我就希望能够与各位整天的在一起，早至晚上一席的，一直的来交谈关于我们工作的内容。所以在这里介绍一下 Justin Worley 呢，但是他是这个 Time 杂志上的非常出色的工作人员，他给我们的这方面的内容呢的文章，使得我每次都在购采和就是去采购这个杂志，这份杂志，它主注于这个环境保护的内容，所以我们会一会儿我们会听取他的工作内容，还有另外一个其他的参与人。都是也是非常有精彩的经验的，
我特别能够，非常希望能够见的，认识各位。所以我们来听取一下，还有 Acton Escobar 是在圣保罗的工作人员。我作为一个美国人来说呢，我知道我们对于健康问题这么复杂的这么一个问题。 尤其是政治上的问题，全世界的问题对我对这个问题都是非常关注，尤其是在巴西亚马逊森林的严重状况，我们是非常担忧的。所以，今天我们还会发布圣保罗的宣言，而且在此呢，我邀请各位来加入这一宣言，来签字这一宣言，这样形成我们联盟的大的组织，而且一起工作、一起合作。最终的宣言内容应当在一个月内发布，而这一文件将成为我们活动中我们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我们今天参加会议的呢，就是由450000来进行。我们这一次呢，的确是使用了模拟的形式来进行这次会议，而且所有的介绍和所有的庆祝活动呢，都非常成功。其中还有150多个国家都参加，而且我知道今天的讲话中呢，我们还在翻译成葡语、西班牙语、法语和中文，所以我们的确是给大家进行了一次国际性的活动。 所以在此参加活动的所有的人物，他们都是在各自的国家中进行非常深刻的、深入的、区域性的、地区性的非常重要的团体活动，而在此呢，代表着他们的地区、他们的国家。在我们说到这次疫情的时候，我。 其实是学我的本科是英语学，那莎士比亚呢，肯定是无法去创作一个更真的能够描述这一个经历的一个文学，因为的确是非常难，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所有每一个人的努力会给这一个活动和这一阶段。 带来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所有每一个人的努力，每一个人的贡献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参与过程中呢，给我们描述您的工作。所以在此呢，再次恢复，这次就重复这次组织的组织呢，就是在有五个主要的支柱。所以我们基本上要重复。 那第一支柱就是最基本的原则。那我们在21世纪的基本原则和行星星球健康是什么呢？第二支柱，那就是知识。知识的建立和知识的投入和怎样融资来做这方面的工作上的融资和财务支持。所有的投资方呢，他们就是投资者和投资方给我们做介绍了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即使是教育方面的、培养方面的、知识扩展方面的。而且我们发现他这方面的知识和他的建立是需要是跨行业的、跨科学系列的。所以所有这方面的工作使得我们认为是非常有希望的。第三天呢，也就是我们的第三支柱，那就是在这事项中的经济的角色。 我们知道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一点我们需要来整理所有经济上的渠道支柱和对这方面的工作和我需要做的改变。
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方面呢，也是在下几年第四天，我们就是谈到治理和合作，而今天那就社会活动和社会组织这五大支柱、五大内容。所以我希望呢，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自己的任务，所以我们。 Burton，好的，我们来试试看。谢谢 Sara，感谢你的介绍。大家早上好或下午好。我现在在这个时候，我有什么感觉呢？不是你怎样感觉？我从来没有到过巴西。我希望你们在巴西，你们在面临很多的危险，是不是？是，我真希望我们有一个盾牌，可以让我来抵挡一切。我住在巴西，那么很多人在谈起来说，好像大家这边非常的悲观。或许对世界其他地方来说不是这样，但是现在巴西的目前状况，非常的困难。那我要试着把这个悲观放在一边，用一个全球化的这样的管杆来解释。我目前并不是非常的乐观，因为在巴西所发生的一切，但同时我也在上个礼拜到这个气候的高峰会，
那么那一次，然后又接着下来，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一个大会真的很好。我看到拜登，譬如说他愿意把这个星球健康还有人的福祉的未来，他愿意承担这个责任，真的是非常的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再重新来探讨，一起再重新讨论了，让我们更有新这个希望。全球的问题是非常的挑战性非常高，我们或许没有办法一次的能够带来改变，但是当然我们可以预防更恐怖的、更那个威胁性更大的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呢有好像有了一个亮光，我们现在有可能有个盼望了，但愿在巴西也能够带来新的盼望，在接下来这几年，让我能够再回到这里来，然后告诉你，就像你说的，我现在呢是很乐观，再次乐观起来。巴西的这个挑战是非常的那个深层的。我还是要道贺你们，因为我们的小组就是跟这个圣保罗大学一起来主办，我从来没有发现到这些悲观，但是我只看到了你们的这种活力，你们的这个激情。那所以你的悲观我也了解，你有你的原则，但是没有问题。我们是无法闭着眼睛不去那个关怀的。对，没错，是的。好，我要邀请 Hindu， 请你告诉我们你那个所进行的一些工作，你的感受，你现在那个周边的一些发生的事情，然后特别因为疫情的关系，那你在上个礼拜你被邀请来那个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谢谢 Sara， 谢谢大家，非常好，今天能够在这个座谈会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荣幸，有你们这几位同仁。我因此离开了那个上个礼拜的高峰会，我感觉到很大的一个盼望，我觉得有新的希望，因为我看到国家的领导人，他们说他们愿意重新担起这个责任。那譬如说中国也愿意承担要那个减少排放，美国也一样。关于这个气候的改变，气候的变化，他们也愿意来进行一些措施，这个让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带来新的希望。那我不能再继续，我要看到有行动。当我们问到说我的这个感情，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开始做呀，要行动起来呀。当我们提到说这个要减排，但是如何减排呢？怎么做到呢？说很容易，我们讲说到2050年我要达到哪一个程度，我到哪一年要怎么做，要达到哪一个结果，但是我们目前进行的是些什么呢？那么拜登他的政府，他那个向土著来开放，我也就是土著之一，那么我们要继续被包容吗？我们还要开放来接纳更多其他的土著吗？那么说和做是两个非常浑然不同的东西，因此我们要那个去培训人员，让他们更有能力，赋予他们能力。那么我们也应该要融资，要投资去培训人。所以说我不希望是一个悲观者，不过这是我目前的这种感觉。我不是美国，但是我感觉到美国有在进行，开始在行动了。那么我们的这个经验可以互换，
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你很多人不信，很多人有很多的谈论，但是没有作为。他们会问，会提问，他们说2050年要达到哪个程度，这是一个说法，但是说不足够。那么下一个问题，我也要鼓励很多人来提问，因为我们互相不认识，我们从来没有聚在一起过，所以可能有新的这个我们可以认识到新的人。 Justin， 这个气候是所有的一切，那么到2030年，我想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文章，会有很多的内容。如果到2030年我还在这当中的话，我会很希望知道你在这个公布出版界 这些的战略，好不好？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吗？那你是怎么样开始有这样的一种看法的呢？我知道那个绝对不是你这样子，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达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出版的。有很多的很大的企业，他们那个有很多的那个宣告，那么你有办法吸收到很多人的注意，还有这些广告，那么很多人都很愿意在你这个 time 那个出版，所以我希望听听你，好吧。非常感谢。那我基本上想说两个事项，一个，第一，那就是气候是一切。我已经与不同的很多的人交谈过，所以我的这个观点就是，气候其实会影响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所以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经济和改变我们的社会，所以我们应当停止来把气候说成是一个物质。那比如说像我们这个19年时就这样子对待过这个事项。所以当时我们就在19年提到过这个事项，这种看法。所以我们在返回去分析时呢，即使我们不听到，不说到这一点时，我们就发现很多的这个文摘和发布文件的文字这个文章的人员呢，我们就要说到这一点。所以直到2030年，尤其是跟踪这些国际事项的人，我们认为这一世纪就是非常重要了。那回答您的问题呢？那我们的读者对这问题是非常关注的，我相信也有一个企业上也对这事项非常关注。我们有一个品牌，一家公司，他对这事项非常关注，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通过读者、企业和我们出版社就有一定的这个关系，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知道我们愿意改变2030年，所以在这一种公司工作对于我来说就是非常幸运了。那好，非常好。我就已经开始签署了 time.com 这个网站。还有一个问题，森迈尔教授给我们的，他是我们的一个领导者，问题是给大家都提出这个一问题，所以他说我呢非常想听取这一周所交谈的内容，因为当时这一周呢我们谈过关于的这一系列的这一些题目呢，你们觉得怎么样呢？那我们所谈的话题和你们所观察的全世界的和国际问题，你认为他们之间是把我们2021年能够
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比如说我们谈到价值和经济治理和社会团体，所以我们说到这些一系列的问题呢，那你们是否想把这一周的话题是怎样能够给2021年提供贡献，做成是个贡献，就是真正的我们给2021年基本上能够提供了什么。那比如说2021年我们已经经历了五个月，明天就开始五月份了，那我们怎样继续这个道路呢？谁先开始？大家都想说话，都想表达。那这个话题呢，的确是非常关键的，不只是因为我们在这一周建立了目标，但是也是因为我们是需要有在这些活动上有合作，而且要带入投资、社会、环境、健康，要把所有的领域给它包容进来。所以 Justin， 我知道你的意思，所有的事情都连接在一起，大家都依赖着，需要气候，需要大自然。所以气候如果有更大的变化，我们就没有食品，没有食品就没有健康，没有健康就没有经济，就没有社会平等，所以一切都连接在一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这一周就感受到，如果大家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困难的阶段。所以今年我们还有 COP 这一个会议和多能源的COP 会议，所以有很多的大的国际会议它都是同时进行的。所以在这过程中我们在交谈的是怎样度过这个疫情的阶段，怎样重新建立我们的经济，怎样恢复经济，所以怎样成为一个新的人物在大自然中生活。所以我认为的确今年是一个创业的一个一年。那好，我同意您所说的，我认为我们这个会议的议程的确与您刚才所提的有关，它的确是非常复杂，而我们谈到过怎样去利用不同的支柱、不同的人士，这样来一起合作，一起进行合作。如果其中的一部分不进行他们的责任的话，那我们就不会达到我们的结果和不会达到我们的目的。所以再恢复到我们最终的这个话题，那美国总统拜登他当时就发现有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所以作为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大国、一个强国，他恢复到国际会议上来进行谈判。所以对我们来说的确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这个解决了我们的担心。但是如果企业不参与，如果人士们不参与，如果印第安人不参与的话，也不会解决。那这些政治人士可以随意在那儿胡说八道，或者就是在那儿美丽的描述什么政策，但是的确是不会有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些大的部分的参加、大的布局的参加都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需要把所有的部分一起来向我们的目标去进行。那您说的对，如果没有大家参加就没有共同的目标，您刚才所说的非常重要，这对于是我们的人为的行动，那我们对世界上的照顾和爱护，这是我们世界中的大的问题。很明确，我能够发现，我们在此要负责任。我们要启动这些新的机遇和机会，负责。而同时，我们看出或者启动某个我们应当做的任务，我们个人的责任。所以我认为这的确是一个变化和大过度的变化。所以这样子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大的
活动、社会活动。我认为这的确是，我本人，比如说我有一个三岁的孩子呢，他可能长大时候就不知道我们其实在说的什么，因为希望到他长大之后，这个空气就已经是干净的了。所以我真的不希望，如果我们不到这个阶段，那 Justin 你是怎么想呢？我同意你所说的，我们这个大自然的多样化和这个话题的多样化、跨行业化，我认为都是非常重要。那我们说到美国总统、新任总统的这个立场和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一切的问题，其中包括气候的变化，所以我们需要想到各领域，需要想到这是跨行业的、跨领域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周的事项都在这一个框架中。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就不需要多说了。他说您说的非常对，那就是关于其中的一个非常关键事项，那就是其实我经常对这事项非常吃惊，但也是我非常促进我的一个事项。好多的美国人啊，其实我不知道其他的国家人是不是这样子想，他即使是更多的美国人非常关注这一事项，而且知道关需要真的是在关心这些对人类的影响，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意识到别人的对这些事项的关心，所以有一些我们其中的一个话题，那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来交谈别人对方的看法和对方的意识，所以这样子就使我再次来问到各位，那你们是否有同样的意识？那比如说在您的生活中，你们城市中是否对这个，或者您的同事中有没有这种情况？这些人他比如说说我知道啊，世界有一些问题啊，我们需要解决，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能做到的是什么。所以我想可能这些人他即使有意识但是没有行动，你们认识这样的人吗？你们有没有接触过这种人？他们认为这些问题的确是非常难决定。那比如说在疫情的过程中，我们知道尤其是这些更有优势的这些国家，他们并没有感受到是全球的紧迫性。那即使我们现在看到这次活动中大家愿意一起来工作，而且我们在给这些护士们 鼓掌，所以这次疫情已经使得每一个公民、每一个人类的人都感觉到其实这是一个国际问题。所以我在提问，对不起，我抱歉，我说的可能过多，但是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每一天过程中，我们在美国在庆祝一些家庭节日时，我们经常在那儿讨论的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个舅舅和一个叔叔，他是一个最没有意思的人，或者挺没意思，那对他来说，你会怎么告诉他，我们的确在全球有一个急迫的事项？那黑主你开始。我觉得我要跟你们讲个故事，讲故事，描述是非常好的。我看到一个地区，在我住的那个地区，我们不需要透过电视来知道气候变化，因为我们就是生活在当中，我们看到四季的变化。像去年我们的 农地、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种子了，来那个重新耕种。所以气候变化会产生那个矛盾。那么一族和一族之间的人，他们那个会去争啊，那么很多东西就会死亡。那么我们也许要迁徙，那么这个气候变化，我们讲到 1.5 度，那在我的这个家乡就这样的了，我们感到非常的热，
冬那个夏天的时候可以达到50度，50度摄氏度，所以我们已经有生活在这其中了。所以我问问这个对方说，如果是你，那像亚马逊正在燃烧。 美国加州在燃烧，这个完完全全能影响到我们的健康还有经济。这样的话，这就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要跟这个病毒一样，疫情一样，所有的人都受影响。我们不能只是闭着眼睛，不去理会气候的问题，因为大家都受影响。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应该一起来行动。 那这样的话会跟对方这么说。那如果你只要能够去互相的给予支持，这就足够了，这就足够了。这不是未来才应该要进行的事，是从现在就开始。所以我想，这样的话，人们一定要能够理解。 我的一句话，我会告诉人们说，就无论你在哪里，要看对方他是属于哪一方面的人，那么我对每一个人，就用不同的方式跟他交谈。在美国，关于气候的问题，很多其他地方也都还不明白这种情况。 很多大部分的人，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最严重的情况向他们解释。我所做的关于气候方面，我可能就是把指数展现给人们看见。或许你不知道你的这个汽车的排放，它那个效率非常的低，它并不明白，还不知道，没有这样的认知。 那么，关于农场，你的农场，你如何在经营你的农场，影响到整个气候？所以，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向他们来展现。那么，每一个不同的谈话就有不同的一个出发点。那么，我就回答我的这些读者们，他们。 他们会说你怎么觉得这是危机呢？我就跟他说，有一天我跟某人提到了这方面的问题，然后他用科学的方式来告诉我，那你可以选择不理会，但是没有办法不理会。结果对方说是我可以来相信，但是。 到底有什么确实改变了呢？因此像这样的交谈是非常好的，对大家来说都很重要。你们都是那个跟大众有这个交流的人，让我们看到人们是从哪来的，这个很重要。很多人他的生存，他的那个生活形态。 都跟这个破坏地球星球的系统相关，所以我们要了解，人们是不是感受到很多的危险，而且他们正在恐惧当中，要让他们有这种热情，然后让他们能够来支持，要有政策的话更好，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大。 过度的时候，能够更支持我们，让我们可以吸收。然后人们的一些做法，我们也应该让他瓦解。我想听听到Herton。我认为在我们这种交谈过程中和我者我们的报告中呢，我们发现有一些人就开始接受近几十年，他们就有。
很多人开始接受，所以近期呢，我们的现在的挑战并不是大家不接受环境上的问题，我们已有这种意识。我知道大家已经有这种意识，环境上的问题、海洋的问题。我认为近几年有很大的这种担忧呢，很多的人对这些事情关心，而且想做到什么事情，但是不知道怎样去做。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这些塑料积累的废料塑料，那我们怎样去减少它们的使用？所以但是有什么选择呢？我们真正的有什么样的选择？所以再提到这个问题，我们那再回到刚才所说的问题，把科学带入，把企业带入。那我们如果不需要再使用塑料的话，那我们能够使用什么的呢？是否需要能够创建新的产品、新的材料呢？所以我认为大家愿意做到贡献，我们在寻找怎样去做。最大的挑战我认为是缺少信息，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是在这种新闻领域或者传播领域工作，我们知道告知大家、通知大家已经是非常困难的，而且现在有很多的这些谎言是我们需要去打破它，即使对我们亲我亲近的人士，我还要告诉他有什么事情是真的，有什么事情是假的。所以我有时候花很多的时间去讲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要打破这些以前所建立的谎言。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而且对我来说，我认为肯定在短期内还会更严重。您说的正确，因为我知道在这事项上有不同的意识，也有很多的方面和组织，他们可能并不希望这方面有这么大的变化，不希望改变。我同意他所说的这方面我们有挑战。我给大家进行解释，使他们来逐渐才。他说我一般就是更喜欢来说服某个人，我在说服这些人士的时候呢，我就告诉他们关于我们的工作，即使是口头上的交谈或者文字上的交谈。所以非常难，我们作为作家呢，就一方马往后迈一步呢，所以我们的文字和我们的文章就是要告诉他们他不想听的事情，所以我一定要找到更好的告知的方法，但是不要丢到我们主要的目的，不要丢到我们主要的这些看法。所以这样的确是个挑战。那好，我想在此呢，如果您要是告诉我怎样你们是怎样想，因为你们要查询证实的信息时，你们肯定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在这种严格的这种操作和工作方法下，有的时候您是不是告诉我一下关于你文字和这种杂志的工作中怎么样寻找真实的信息。他说很重要这一点，因为在我们工作中我们就会有不同的层次的这种分析和查询，那怎样去测量或查实证实这些信息的来源是否是真实，有时候要查每一个关键词，每一个词都要去检查它们，而且同时要给他建立一个文件，这一文件单所有可支持性的文件，这样能给来支持我们最终的文章的这个真实性。那比如说曾经有一个文章，他就告这个当时就是关于某个这个气候和这个房子，一个女士的这个房子被
被水淹了，所以当时我们就从他的报告中和他所说到银行贷款的问题中，我们查询了所有的信息。那这样子，我们的文章才可被信任是真实的。那你能做到的是什么呢？那其中就是说，你从哪里拿到这个新闻，而这些新闻的来源是否可信、可靠？这样就不会再重播谎言。 您说的很对，那印度，您来回答。那告诉我，我们的这些战斗中，我们的争取中，是我们最有希望的，而哪一些是你感受到就可能我们离我们的目标太远了？所以我想知道，我呢可以说的是。 使得我最有希望的，那就是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活动，而且我能够相信我的领导者，而且这些领导者都在逐渐的出现，而且他在领导我们的这些新的想法，在疫情中我们就发现从巴西这种地方和在美国和其他的地区出现新的领导人物，在印度，比如说所有的这些新的情况，就大家知道我们需要开始行动，所以给我最大的希望，那就是如果大家都能够连接在一起，我们就发现我们需要去做这些领导人物的角色，而且我们做到这些领导角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些行动是全世界的行动，是国际性的行动。 所以这些被在后在我们背后死亡的，或者没有过那么幸运的机会的人，或者将要参加这些活动的年轻人，将要参加我们活动的印第安人，他是给我们希望的人物。我知道我们可以走出这一困难阶段的。给我希望的也是这些发展国家。 发展国家有的时候还太多过度的使用经济，认为是经济可解决我们生命中的和地球生命过生命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我们在发展，我们交谈中还是在谈发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应当把国家共同的一样的去对待。所以为什么我们不给？ 我们现在这些疫苗只是在给美国和欧洲，在其他的国家就很远，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自私的。所以我希望咱们还能够想到和提供一个国际的解决方案，而且尊重我们的，即使我们在尊重我们的。 民族性和不同处，但是同时同样的去对待我们的发展，对待我们的年轻人、老年人、黑人、白人，同样的对待，给他同样的机会。您说的非常清楚，不能再清楚了。您说的非常美，非常好，非常感谢。下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 最有效的这个价值就是信任。那么我们有这种绿色的洗，就是他们用这种假的广告，特别在巴西，比如说，我想你的这个。 那个记者的工作应该就是将这个问题公布于世才对，对不对？是，我们要教育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让他们明白什么叫做绿洗。那么很多企业，他们那个确实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他们当然是寻求自己的利益，但是也希望能够对地球来说。 他们告诉我们说，他所做的事也是对我们有利益的，而不是真正的对地球带来好处，没有想到地球的好处。
我想这是一个对我们这个传播界的人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很多人告诉大众说这样的事情有在发生，这是我的工作的重点之一。我们可能要让人们感觉到惭愧，对不对？是的。那是透过这个跟 The Royal The Chow， 这是一个很大的石油公司，29年以来他们有很多的这种孩子们去学校读书，结果他们回到家里以后就跟他父亲说，爸爸，你的企业在危害我们的星球。那这个确实让这个企业家他确实受到了很大的震撼。所以在2015年当他去参加这个环球的气候会议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件事。所以他们因此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不知道他们的转变速度是不是确实够快。但是这种信任是何等的重要。那一个企业它也是由人组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那他们家里有年轻人，所以他们年轻人都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所以我们应该要用简单的方式来解释，是我这就回到了刚才的那个问题的答案。我们的年轻人小孩子们他们已经慢慢的要跟上了，他们不是跟其他世代一样的那种的教育方式，他们对这个化石燃料他们已经不是那样的接受了，所以他们愿意接纳这些新的改变。那么这些老一辈会讲说，好吧，让他们去照顾吧。因为我们一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再一个问题问 Justin，有很多新的想法，我要快快的讲一下。您刚刚所提到的 Herton 也讲起说我们在做些什么呢？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的背景的一些细节。我们讲说哪个企业不好哪个企业好，但是很少他们都是有公益的企业，就是公正的企业。所以我们告诉人们这些细节确实很重要，确实很重要，我们不发觉。那么 Frank 他有这个集团，有上千个那个员工。那么那些比较那个卓越的，他们不会去到那些那个不是我们那个愿意看见的那些企业去工作。那么我们还剩下几分钟的时间，那这里有一个叫做 Hebeka， 他的这个提问，他说感谢你们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座谈。那我想知道这个座谈会参与者，他们当谈到关于那个去鼓励人们的行为改变的时候，以及系统改变，那而且是大幅度的系统改变，譬如企业啊、工业等等的，让我们能够我们经常我们刚刚讲到说，无论是政府或者是企业，都是由人来组成的，所以我们看到你的那个上司他们在做一个危害星球的事，这也会影响到你，不是吗？那么印度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关于这方面的呢？那就是我们鼓励人们来改变，我们让他改变，改变他的行为，你说呢？在你的国家里，那你要跟你的国家里的领导人来进行改变，你会怎么做呢？
他们如何思想的，让我们能够鼓励他们改变或促进改变，是非常不各个方面的，企业他们怕他们会那个会失败，或者在政府他们会失去人民的支持。你如果要成为民主的话，那你就要有不同的，要改变你的方式。他们应该听到百姓的声音，我们的企业或者是政府的那个可持续性，他们不能没有这个可持续性的资源。那么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大家都知道。还有另一方面，我们成为人类，我们不是超级物种啊，我们只是物种之一，大自然物种之一。我们的树木、昆虫、动物也都是物种，我们为什么要去摧毁它们呢？我们要我们的生活更好。我们看到当我们去采这个石油的时候是如何的影响到气候啊，那么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健康也受到影响，这只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还有我们跟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个人与个人相关的。我的民族，当我们提到这些牲畜，有的时候这些场所我们不能把这些牲畜赶到那些场所去，因为到那边去的话会让人类得到一些疾病，所以我们就要禁止这一点。 Justin？ 好，非常感谢您告诉我们，想记住您刚才的这些的演讲。还有什么其他问题？谁愿意回答他刚才这些问题呢？那好，还有最终的一个问题，非常精彩的演讲。所以问题是，我们现在已介入数字时代，但是有很多的人还没有介入这些数字的工具，因为他们所在的地呢就没有网络，所以在很多的国家都有这种情况。这种不只是印第安人的区域，在我们巴西，在我们美国，我们也有这种问题。那很多的人没有接触，不可能接触到高科技啊，或通讯。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年纪和长辈的这些问题。但是怎样我们能够把这些星球保护和星球健康呢，给他们输入到这种输把信息输入给他们？我们现在所建立的这个联盟呢，基本上是一个国际的组织，而且我们现在给大家展开了这些新的成为会员的机会。所以我们现有的资金可以来帮助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也知道它可能不可用到这些所有的地点上。所以那我们怎样能做到更多的这种工作呢？那 Herton 你来讲一下，基本上我们的时间要结束了。对我来说的高科技呢，会帮助我们这方面的需要，因为印第安人即使在非常遥远的地区呢，他其实是可以有使用手机来介入网络，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想离开高科技，但是的确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些地区已经有信号。所以即使你现在没有使用这些通讯工具的地点，但是有我们这个州政府或者市政府呢，他们可能提供这种通讯的方法，而且提供这些信息，提供关于我们的星球健康的信息。他们应当接到，我们应当把这些信息提供给这些组织，让他们来分散给当地的人民和当地的居民，其中也包括这些遥远区域边缘区域的人民人口。那
我现在知道你们在于这些媒体的这些明星的话，非常好。那你们这次来发布我们这次会议的内容，来告知我们所有的社会团体去寻找一个能够帮助你们工作传播的方法。这次的会议基本上在此就需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参加。所以我希望 大家参加我们这个闭幕式的活动，而且来赞助，而感谢组织方这一次的工作，而且我们会宣布圣保罗的宣言，而希望大家知道怎样来参加这一活动。